的那个品种。白色。因为我觉得配线梦看这种配组合只有这是最好的，或是你我希望看到蓝眼睛配线梦，或是你说可不可以组合配黑色，然后你就是最后不变，因为他也没有说，可是那怎么样确认呢？那干嘛浪费大家时间？先问。焦虑有影响，那次我突然发现这件事。没有，刚刚他讲的啊，我刚说我要换衣服，因为我后面要拍别的东西，然后他就说等一下。你说这个最像一个人字。我像爆感觉到喺呢个 moment。要爆了。好，我已经讲了吗？就是今天
今天是愚人节，所以我跟叶子打算要演一出戏来恶整你们两位。好无聊，好无聊，我演得像不像？好，你是有没有吓到？我觉得我，因为想说我脾气也大，是回到这件事真的蛮严重的。我哪里有那么多一直拍？好，我刚才想说这个时候还要拍吗？好无聊。啦啦啦！但是其实主图那个也是你们做的吗？哪一个？阿三，那三名组没有？那你刚刚有跟别人讲电话吗？没有啊。粉丝上有啊。但不用。没有这件事。可是我刚刚有觉得你真的就是尴尬的，想要赶紧拍现场。我不会啊。哎，我还有这样，我还有这样。对对，有。你刚刚有轻拍我的肩膀。我轻拍他的肩膀。他说：“哎，有小朋友还要翻标。”因为我超想要演的，我蛮想演的很抓马的，我不是很想。他很不抓马。对他，因为他个性本来就很温和。我本来跟他说你可以哭，或者说你可以跟我一起。我也很尴尬。得以成发飙哎，其实。刚刚很发飙啊。没有。怎么办？我刚刚在配。没有蛮凶的，其实蛮凶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不够哎。因为你知道我在演，所以你才会觉得很凶。哦。其实蛮凶。我还跟他讲说，我等下就会很机车，然后他没有像什么机车，什么白目。因为我很早就知道。我因为我觉得你不是会这样子，那你有真的要说吗？有真的要说吗？没有。可是其实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觉得很值得生气，蛮值得生气的。就如果真的是搞错，然后浪费了。但我想请问我们我我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一定是把经纪人拉到角落去讲，就我不会在工作人员面前讲，就是我不会让大家觉得很尴尬，我就会觉得不是自己问题。然后刚刚我在想说真的吗？可是以前是会当是会很机车的说出来的，真的是天蝎座。他不会现场，也不敢老实说。他不会现场讲。那我觉得，我现场就会假笑，就说啊，真的、啊，那不是你刚刚回家有个签字文你说签字检讨文，没有，就说哎，怎么今天会发生这种状况？那我今天是不是什么话？那我还要再去泰国拍，那我晚上还要记得要拍。那我刚刚的哪一个部分让你觉得有点浅？就是摆我的脸。那有没有拍到有吗？然后放上去要稍微要用力一点，就开始真的在生气了。干什么干什么？那你还要？对。而且我刚刚想说我没办法再更激烈，因为我总不能就是又继续说刚才干嘛，就又是一句话，所以我刚刚故意说。可是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的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不是整在我身上。我怕你就真的说，你以为长多好看？对啊，因为我本身也是，哇，都是我的客户嘛。哦，真的是这样子。他以前也是，我也是全力支持。都想拍到你惊慌失措的。但我刚有惊慌失措，其实还好。这个还好，他只有让头发现在羞羞。对，我很想看到你们两个。可是我也没看到他惊慌失措，对不对？啊，真的吗？我想也是，如果我是你的角色，别人在他席位会是，那就是乖，对对，那就是乖，对对，我也是会觉得很理性，因为问题好像不是很真的很贴心的样子。那这好像剪不出来，剪得出来啊，那这个就不精彩了吧？那我觉得很精彩。又来，懂掉，懂掉。